2023荷蘭園巡禮活動將於11月4日下午4時正式啟動。在為期一個月的活動入面，將於荷蘭園、雀仔園、望德堂區一帶舉辦一系列活動，希望進一步推廣及宣傳舊區文化和歷史，吸引更多市民及旅客走進社區，活躍社區。咁大家都顯著睇到咧，就話要真係要借助翻區原有嘅自己本身嘅歷史底韻，你先至可以驅動到一啲後生嘅年青嘅一群嚟到個街區入邊去識住客，咁嚟去玩，咁你先至能夠從而先至引到一啲咁嘅經濟帶動嘅。本屆荷蘭園巡禮將聯合多位藝術工作者帶嚟荷蘭園巡禮音樂節、經典車展、微電影放映會、荷蘭園貓店長選舉等精彩活動，仲會舉辦澳門格林披治大賽車攝影展、微觀澳門微味道、一鄉一爐三個藝術展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